就系喺呢个黑仔边缘，喂，麻痹咗，跟住系猫、老虎、四龙、木木，OK， 很顺利，减一，再加。 应该四级可以打死，后面嗰啲都系秒嘅，秒唔使大，唔系第四个已经过唔到咯。我哋先望一望佢咩重，我先至攻略到啦。要望一望先，咁咪又解唔到啊！呢度一齐抌钉，跟住是但得啦。 跟住就系鲤鱼龙嘅龙，爆击，一一八，开，呢度攀，其实呢度都应该要回一回。 因为只狗有机会咬死我，已经出呢只先啦 ，OK， 咁就稳啲啦，咁就稳啲呢度出呢只，出呢只，出呢只，出边同落钉开回旋 ，OK， 又有一个新情报啊，咁嘅呢行，新情报 get。 唉，放唔到，不过唔紧要。呢度鲤鱼龙龙帽，开跳咬佢，吸光线，呢度开，诶 ，OK， 开龙帽，吸光线扣140，回一回，跳跃咬，呢度回。 31，我冇大药啊嘛，冇大药，有敷呢个咯，开敷，好烦啊呢度，疯狂食药膏啊，当饮水。 有个德特头盔、雪崩、冰柱，再见缩小。第一场系咪落钉睇下 replay？ 应该系，好似系啊，好似系有呢啲咁嘅事。咁呢个就好啲啦，变咗落钉，跟住就系鲤鱼龙开两下龙宝，只要佢唔爆击咧，就冇乜问题啦。冇爆击 ，OK 冇事。呢个我哋回血系咪？回一波血。OK 落钉很好，跟住冰咬佢，冰咬佢。 喂，结冰啊！抵你死啦，仲唔到你结冰咬死啦！真劲法啊！系咪呢个军明员咬死啦？喂，抵啦，结冰啦，正蠢材，<笑>连续两次结冰，佢都打靶仔，终于，唉，跟住就最后啦，唉，最后最麻烦啦，唉呀！ 大五啊！大五巨金怪啦，咩噶？肯定系巨金怪咩噶？又系鲤鱼龙打啦，真系试一试啦！唉，黐线难到到不得了呢个风云真系，六兄。
哇，一定是龙头地鼠啊，黐线，一嚟就泼沙啦，咁快手，哇，仲开剑舞啊佢，知，我就打唔中啲蓝色暴击。爆击啊！哇，好危险啊！你啲黐线自带沙尘暴系咩料啊？九十血，回去先。好惊啊，大佬！我爆击啊，玩完啦，肯定惊咗。好中，诶，铁头，叫你啊，飞云，哇，喺住仲有一血噶呢条友，好好，头先打唔中咯，如果唔系打中咗就唔使命，爆击，巨断掌，死，呢只死。死啊！秒呢只死，哎，太易玩啦！咩大唔系完全唔系我对手过关，过关系嘛？我就是新嘅冠军。